就是你们敲碗已久的这个女神级哈 Jen Cha 来到了美好包包分享。哦，原来 Jen Cha 讲嘢系咁嘅哦，我是会带相机嘛，嗯，因为最近做研究，对对对对，这个包是防水的，来攞水嚟。OK， 我们现在就要看是不是这是防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美好啊，祝大家个美好的一天，欢迎来到了美好包包分享。我真的好紧张啊，我心脏在啵啵啵。我要隆重跟大家介绍，就是你们敲碗已久的这个女神级哈 Jen Cha 来到了美好包包分享。来，自我介绍。嗨，我是 Jen Cha， 太高兴。你们羡慕不到的了，我可以躺在 Jen Cha 的肩膀。我跟你讲，我的助理跟我的 editor 非常兴奋，因为早在一个月前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哎，我请 Jen OK 吗？真的，真的吗？我紧张。这样子，然后因为大家都很忙嘛，然后我们就刚好去玩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抽不到时间，然后今天就 OK 了，总算约到了，所以今天就马上答应我讲说 OK 我来这样子，哎呦，真的是要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是我的荣幸哦。也是我们的荣幸好不好？ OK， so 今天呢、啊、就是我们平常看到 Jane 的 social media 就是比较酷酷的、对不对？可是我现在不会啦，因为你私下也是很多话讲的，因为有时候在照片看啊就是比较酷酷一点嘛，可是最近也是有拍 vlog， 然后让我们看到你不同的一面，就 sharing 你去旅行啊，对，彩妆啊，可能 skin care 之类这样子啊，就是说哦，Jane原来是会讲话的。记得 follow 我的 YouTube， 真的真的去 follow subscribe 哈 Jane 的 YouTube， 因为有时候你不讲话就说哦，原来 Jane 讲嘢系咁嘅哦，原来很多人也不懂我会讲华语，做也是哦，对对对 对，因为你都是在social media讲英文比较多嘛，我就觉得华语就比较有亲切感。是，然后你们一定会很好奇，就是我们的女神 Jen Cha 平时是用什么样的包包？所以今天呢，她就带她平时常用的包包来跟我们分享。首先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包包是这个 VV 的这个什么包 ？Jody 包。Jody， 哇，她的名字都很 lady。Jody 是男的女的？应该是对对男女共用。这个 BB 的包包、我其实蛮喜欢，就是他们的包包就是那种编织的。对对对， BB 的包包都是这样。所以这个 BB 包包还有编织的这一个款式啦，然后再加上这一个，哎，有一个好像有一点打结的 的 feel， 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个包包是可以手拎而已，就可以这样子包着啊，然后就拎着。其实我第一次我就是爱上了这一个包，所以他新的那个 Creative Director 一出的时候，他出有很多款这样子打结的，是，所以我一看我就爱上，我就在等这个包出，所以他有很多不一样的大小，然后我就买了这个 mini 的 mini， 对，他好像有大的，大会不会好像很难拿还是？其实我很想买大号的这个，是，而且它可以旁边戴，对对对，而且他我跟你讲重点呢，你看到哦，他这样子好像硬硬，它是软软的，然后你看到它小小哦，它的容量是不是棒棒的、就是可以放很多东西，对，因为 before 不好意思开哎呀不用紧啊，就是可以放电话，因为刚才哦、before 我们开始之前是不是 Jane 有大概打开这个包包给我看，里面是超能装东西、因为我是会带相机嘛，嗯，因为最近做 YouTube 对对对对对对，最近很多人做 YouTube 没有，我今天没有带相机，对，然后我就可以放相机，嗯，然后放买那个 stand， 小的 stand， 那是 OK 的。你平时是不是也很常换包包的？还是说有时候你用了一个哇好用哦，你就一直用？我有时候 stick to 一个包一阵子，所以你会看那个包一直在我的那个 feed 出现。对，可是好像这个包我不敢太常用，嗯，因为我觉得它开始有点软了，因为它是皮，怕它的 shape 会走掉。所以就是讲不能装太重的东西、对，因为它下面会好像我尽量不要装太重了。就可能放一包 tissue 就好了吧，然后再加上它这金属的拉链哦，让你整个包包看起来就是哦，它不会整个黑黑这样子，对，对不对？我带出来拉链 ，OK， 拉链不错的，我里面有装到那个 Jane 啊 ，OK 了，我是可以给他卡包，就是卡包，口红，口红罢了，因为我们也是想要看你平时带什么出门，我最重要就是要一个我的那个卡包，卡包，因为我不用，很少用 cash， 然后就口红。电话拿手拿着，对，包太小的时候，把这个可以放啦。Mask 那种老公，姐的老公出来喽！哇，这包包深到这样啊！而且这个包包我跟你讲，它不只是有黑色而已、对，它有超多颜色的，好像是有蓝色、白色。其实我是想买白色，我有差不多要买另外一个小的，可是已经卖完了。真的吗？很难买到。将军这个啦、它是什么皮啊？它是羊皮，羊皮，然后里面是牛皮。像这个包包你几时买的？买很久吗？其实我买去年买，去年买，价钱是你自己出的话，嗯，我
现在 buffer 一下，太多吧，他都忘记。没有，因为我这个价钱，我记得我买的是5000多，我是上网买的，因为这边还没进。真的吗？我跟你讲，可是我们有在他们官方网站看的时候是已经7000多，所以说包这东西哈，买那5000块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比如说，可能我在存着钱要买这个包的时候，你还没有买的时候，他就在起价。对，很多包都是这样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刚好啦，你真的是做工匠辛苦啦，要慰劳自己一个包啦，你就马上看中就要买，要不然哦，过后哦，它起价就很难。尤其是 BB 的款哦，它对很多，我觉得你一红它就会起价。我自己会蛮常看它的东西。对，因为我看到你们整天 post BB 包啊，有烧到我。因为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不觉得 BB 包包怎样，就觉得哦 OK 了，它好像那种编织。因为之前会觉得比较老气一点啊，可是它现在出了、哦，它一换。很多年轻人有用，对，是，所以我觉得蛮不错的。好，我们来第二个包包。OK，yeah, 第二个包包是 Jane 的 Prada 包包。对，这个是其实是朋友送的。哇，又是圣诞节礼物吗？没有跟你讲，那时当我开这个箱的时候，我有点小吓到。哦，所以很美。所以他送给你的时候，你不懂是什么？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他就送一个、就是一个箱子这样子。我一开的时候，我就。因为我本身好像如果我买包包的时候我不会买颜色的，是我很常就去那种比较 safe 一点，那一送到我蓝色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是没有想过我自己会买一个蓝色的包。对，因为好像平常好像我这样啦，我买比较安全的颜色，对，黑色啊，因为不是便宜的东西嘛，所以我觉得买黑色 classic 一点就不怕弄很脏。对，本来他送你这个颜色很漂亮耶，蓝。对，我一看就是我，因为我喜欢这种蓝色，然后它其实看起来它很 striking 嘛，因为我平时都是穿比较素色一点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颜色是蛮不错的。对，好像它的颜色也，它的蓝色哦又不会讲很难拔。对，这个Prada的颜色都很不错，浅浅的蓝就可能就不是那么色。OK 的，我觉得可能它的款式也是很好，因为这个西多内包就是它是简单的。我要装大你啊！所以它是这样子戴嘛，是你也可以，它有一条那个长。对，哎，它的形状很美耶！你看形状，它形状就是这样的。因为那时好像是比较流行 shoulder bag。对，所以我一收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就很开心，就想要去买一个 shoulder bag 来戴。因为平常如果我们买哈，我们就可能会买比较实用的标 bag 啊，还是怎样。这样子刚好，这个形状的比较少，可能比较少人会去想要买。可是当你收到，我当收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只是太美了这个包，我连白色都想要。白色超美的，我在他们的那个官方网站看到白色，白色然后还有红拼黑。对 ，brown color 也是很好看。对，就那时他的，我记得我进 Prada store 的时候，还是放着全部 color， 我觉得哇，觉得颜色不是那个特点，是可能它的形状是就是很特别嘞。而且有一阵子 Prada 出的那一个 bag 哦，它比较走那种潮流的那种，对，比较酷一点。我觉得这样子女生就是你就算穿一个很普通的衣，搭一个这个你就很酷了。像这个 bag 哈，它就是腋下包这样子，还有手拎而已啦，它有长肩带，它有长肩带，对，可是我比较少用那个，是，因为我喜欢那种跨过来背的。像这个 bag 是怎样打开？像那个开了。是蛮能装东西的，其实是不好意思，里面还有。OK， 女神的麦系干净嘅 ，OK， 系得嗰个 receipt 啫。哎，它空间很大嘞，它其实不错。是，因为它还有一个间隔，就是暗格来给你放东西，好像 packing ticket 还是这样。因为我每次买包包，我最重要是电话和麦克风，这一定可以放。是电话可以放，然后可以放你的粉饼啦、口红啦，这个蛮专门的东西，带出国也是很。因为是我跟你讲，出国如果你想换包，就是要带这种扁扁的，对，就可以这样子压着，你不用怕哈。是，而且你在外国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是穿一个歹捞哇，背这个，你远远看到人家先看你包，这个我很喜欢。是不是有一阵子的时候 ，Jane 就是有常用这个包包，很漂亮，而且你就可以锁定。你这个价钱，你懂吗？就是前很久很久之前我有去看呐、好像是89的，可是现在应该是去到10多了啦。包包这种东西，不等人的、早点飞机有没有啊？你迟咗就冇噶啦。而且我觉得还真是没有再买。啊，你再买有啊？我不记得，我没有看到在。我那时候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是2年前，我去 Prada 那时候，那时候有很多颜色，是不是？这是几久了的？不记得。去年，去年还是前年？以前我对蓝色的包包，我会觉得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然后这样子看你拿的时候，可能勒手啊，勒老面都冷啊。第三个 Jane 的包包，哇，这个包包我也是很喜欢，哇，所有的包包都很喜欢，因为哈 Burberry 蓝脚的，卖 Burberry 还。
Burberry 这个是他的新的 pocket bag， 是他有巧克力色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蛮多颜色，其实他出很多颜色。是因为其实我没有，我不知道有黑色的，我只是看到我以为是有巧克力色。对，嗯，我拍的那时我也拍过一个比较特别的颜色，它是 brown color， brown 的皮。可是他我没有记错，好像最近看到有浅蓝色的，浅蓝很好看，不是每个人可以买，可是我觉得。但是如果你很喜欢，你觉得特别也值得收藏的这个 bag， 哎，你这个 bag 哦，你不觉得它有点好像信封的感觉没有？可能带出去就觉得哎很特别好奇，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装的包？对，我觉得这个蛮好装的，因为它前面可以装一些，不然是太很新，很新啊，它这个还没有动。哎，它这个 bag 有点很独立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对，它就圆圆很立体感，它就这样子，前面可以放比较重要的东西，然后里面因为它这边是没有 zip 的。是，它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。如果它这边有一个扣，就大的哈，我就比较有安全感。可是你这样子的话，就可能不好看。你要对啦，就是。可是它，对，它其实我很喜欢，就是它这个圆圆的一个洞。嗯，可以偷看靓仔。嗯，对，可以偷看人家冲凉。我觉得因为它有点校园风，所以我觉得蛮 cute 的。是，它迟点就会出一个它反下来就好像比较长一点的那一种手提包。OK， 所以这个 bag 哈，我跟你讲，男女都可以用，对，因为它颜色还蛮搭。这个其实它的容量啊是可以装很多东西，装很多东西，什么都可以放，因为它这样子，它不只是可以收纳，是收纳，是。而且我发现到现在的 bag 哈，很多都是可以来可以背的，万能一点的，是因为有时候手拿很麻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它的容量。是可以装很多东西，就是你藏的 power bank 啊、粉饼啊都可以装下去。然后这一边呢还有一个暗格，就是如果可能你很怕要找东西很麻烦的话啦 ，OK， 有几面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每个包 sorry 都是有东西的，我也是有很多 receipt 的，对。而且这个真的很好，是因为是很百搭。对，它里面还有一个拉链的。就如果大家看到这形状，不要吓到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要流行比较有不一样形状的包包。而且这个包包要小心啦，因为它这个是帆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。对，最好不要。讲到 jeans 这个东西，就是我以前不懂得怎样照顾那个包包，所以有时候弄到 jeans 真的难掉色了。哇，我就伤心死了。所以就买黑色，是不是？对，买黑色就比较安全啊，就是它就是肮脏一点点也是够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要讲一个东西，这是我朋友跟我讲，我还没有认真试过啦。这个包是防水的。对，来拿水来。哎，我是认真要 try 一下，可以的。没有，我的朋友跟我讲是，哎，你知不知道这是防水墙？他真的没？现在就要看是不是防水。哇，不是防水的话，我就砍掉了。你是第一个哦，我是 OK 的，实验这个包包。OK， 我们现在就要看是不是这是防水。哎，它真的是防水的，你看，它真的是防水的嘞，你看。对，可能你们在镜头看不到，你看它在底啊。是，那我就原来是真的是防水的这个东西，所以可以带去海边。可能就是下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拿这个包包来遮雨吧。最好是，哎，你是第一个就是上来 testing 看人家的包包。OK 啦，如果是清水就好了，你不要把我倒 coffee。对，啊，他的朋友只是可以防水哦，没有防 coffee 哦。哇，第四个包包，包包啊，哇，来到了第四个包包，这个包包是 Brian Wazai YSL。YSL 就短讲，就是 YSL 的 Kaya 包。Kaya， 因为它是一个 model Kaya Kerber 的一个，他为他而出的包，受宠若惊。对，他为我而出，我 Kaya 吼。对，可以说这个包我觉得当时我收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它蛮好装的。你不要看它小小个这样，它很，它是很能装。嗯，然后它的皮也是很好，因为虽然我用到有点小滑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包和这样子的包就是有一点 vintage 的感觉，有一点点花花底这样。可是很多包包都是这样啊，我自己的包包也是用到这样，在证明就想说我在用这个包，然后有点复古的感觉。其实你抹一下它就会，其实对，剪掉。你喜欢这个包包的原因是？我觉得它可以装很多东西，而且我很少有这样子形状的包，我很多就是四方形的。本来我是想要带一些四方一点的，可是我觉得心想那带一点不一样一点的，所以这种包我觉得比较像好像 camera bag 的感觉。是，它有一点点像一个口袋的感觉，对，就这样子，是，而且很蛮百搭的。当我收到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哎，其实这个它这样子，哎，就是很好看，你穿什么衣服都很好搭，是不是？是比较搭你啦，我觉得，因为你穿这个颜色。我的背，给你的背，来，我帮你背背看。对，你看今天我穿这个，你要这样子绑住，没有，因为我怕人家看不到这个背。OK， 今天我可能就背这一个背去骑马。哎，其实蛮不错。对，我觉得哇。
哇跟 Eddie 跟马一样，是是是，对 Eddie 跟马 Eddie 这应该是不会鸟我吧。我觉得这个很好，因为它蛮能很能撞，我觉得，而且这个颜色就是很母具的感觉嘛，所以我就觉得你穿什么衣服都可以搭，对不对？因为对我来讲，其实我本身也不太能接受 brown color 的，可是现在的 brown color 对你可能会变老气了，你觉得？可是这个不会，因为 brown 哦有分很多种，有浅色，有深色，所以我觉得可能那种颜色的分别哦也是很重要的。你是看人戴的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是很 OK 啦，虽然我们这每个颜色都可以 handle 的，嗯，不错，他就会给人家打吗？我们觉得你是懂我啥的。然后过后这个包包，哎，它可以调的嘛？它可以调。比如说可能，因为它就是两个嘛，这样子，比如说可能我买了过后啦，觉得太长，可能我觉得我想要短点啦，可以叮咚，应该是可以的，你可以回去它的那个钉，就是可以叮咚一点，对对，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们比较小只，说可能他们背起来会太长，说可以叮咚，你们可以去问那他们的专柜。这个我觉得它这个 logo 做到蛮美，就是哦，刚开始我为这个 Isa Hong YSL 哦，它这个是开哦，原来不是哦，它这是开。然后开是这样开的，对，就很简单，是是是，有时候简单就是美，就是什么包衬讲什么人，像我这样简单，对，我就现在这样子讲。这个包包除了有这个巧克力色之外啦，它还有什么颜色？黑色，黑色，我觉得应该蛮 class 一下，对 ，brown 呢就会带一点点很青春洋溢，然后因为黑色有很多人比较 for safe 啦，就觉得黑色好像比较容易打，所以就讲真的，如果我去买的话可能会先买黑色，因为觉得对，就是百搭嘛，对，我也是会啦，可是这个 brown color 则是不一样。 OK， 所以这个包它是牛皮，里面是麂皮的，噔噔噔噔。其实我有看到好像有分很多 size 对不对？它有三个 size， 三个 size， 价钱的方面是5000到7000多这样子，就是大中小，对，就是5000到7000多啦，对，可是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起价还是怎样啦，如果你们想要买这个 bag， 想要知道更多 information 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他们的 store 看一下。Jane 的最后一个包包分享是 Chanel Gabrielle 的包，这一个 backpack， 这是背包流浪包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Chanel 的流浪包是背的，就是这样子，好像因为这个 Gabrielle 的时候，它一出的时候它是比较流行。我记得 Brian 有一例 ，Brian 是跟他一起去买的，而且我记得 Brian 是大的肩包，就是这样子。对对对，那是好像是 GD 带到很红了，因为它是两个肩，它有一只 mention。然后我本来很想要那一个，然后我就去到就是店的时候，我就看，我又看到这一个，可是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我没有买下来，就是你考虑我在考虑，因为我是那种要等，就是想很久才买一个包，然后而且是 Chanel， 因为这是我第一个 Chanel 包，我本来是之前有想过要买 Chanel Boy 的，那是很红的，可是 Chanel Boy 它就比较硬，会比较重一点，对，它比较重一点，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的 dream bag 是一个 Chanel Boy， 然后最后没有买，因为那时候没有买到这一个的时候，我就回去想了很久，然后跟朋友讲帮我找这个包，因为那时已经卖断了，找不到了，所以那时候你们买的时候是在外国，我去看的时候是11000多，然后我买下的时候是14000，它已经涨价很快。我没呃你的，它涨得很快，然后就想啊，我再不买的话，就可能真的就真的是不要买了。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包，就是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第一个选料包会买一个 bag？ 对，因为很多人好像第一个香奈儿包包，他们会买比较 classic 的款。对对对对，你那时候没有想过要买 classic 款？可能我觉得比较喜欢这一种比较不一样形状的，可能我是会想要一个 classic 的来试点了。但是我买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一没有让穿那一种 style。是是是，因为我觉得看人啊，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买的那个第一个香奈儿包包就是买流浪包，就是 Brian 那一个，但是它是小个的。其实 Brian 那个我也很喜欢，小个的。那个也是骑得很快啊，是。那时候我还没有买，我就是看的时候就是大概14，现在应该不止了，对不对？很贵啊，看。不同了，不同，不同。早。是，对对。而且不是讲你要买哦，你有钱哦，有时候也买不到哦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是讲啊，他就是这背包，就肩包，就是 sorry， 背带来的。它是有两个方法，可是我比较用背带来带。对对对，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样子 sling 一个，可是太长了，我觉得。对对对，这个是没有的，打一个结。而且它很好，就是你看啊。这个链哦，它是有分金色跟银色的。对，为什么会买这个？是因为我是想穿 accessory 的。但好像如果今天我只是戴金色的 accessory， 我就不会戴银色的。可是这样子它穿下去的话，我觉得那一天我就可以，对，我就可以穿变 accessory。我们看里面它的，里面我觉得很不错，就是它下面哦，它是硬的，所
就不会弄到你包包了，对不对？对。But then 你要怎样收包包呢？就是你里面是不是也要塞？塞东西。可是这个因为它比较软一点，我一买就是有点软的。哇，很多3000，sorry 啊。不用紧，因为每个包都是有3000，对，才有钱。Jane 的里面这个流浪包哦，流浪背包，它里面是红色的咯，看到吗？哎，它很美耶，这个红色。嗯，这个是香奈儿，就很就是可能会有这种。红色的对对对，就是他们的经典款。那而且我觉得很好装，旅行是不是很容易丢东西？对，就是乱放包。是 是，而且还不会怕人家给他偷，因为有些包就是你这人背吧，或者是一个东西这样子，反的嘛。嗯，我觉得有些选项包是这样，你一开就可以拿东西了。对，我这个你就是锁着，你这样子背着，你怎样拉还是拉不到东西出来的。今天我想问你，因为哈、那时候我也是有 testing 背这个 Chanel 的包啦，它这个皮啊，不是好像有点皱皱，是正常的。它是这样子的，还不是倒的、因为刚开始我不懂的时候啊，那个人拿给我看，我说哎呦。因为我是那种要买这样贵的包要完美的人，有没有平一点的？我觉得说真的，它是这样子的，是是是、哦，就是讲说它比较走那种复古风，对，比较复古风。Chanel 啦，是每个女孩子心目中想要买的包包嘛。嗯，这样你下一个，如果你要入手买 Chanel 的包包啦，你会买怎样的包包？其实我有看中一个，就是。好像是蛮新一下，它是白色的，吓到了，我就想要买白色的。白色的，具体一点。这白色的话有点甜点，还有珍珠的，这个四方。大小？中的，蛮小的，不大。是呗？我们会找照片放这边。对、那个是我想要买的。白色，刚刚对，刚刚那个姐姐讲说很怕买白色，因为其实每个人都很喜欢白色的包包，只是白色你可能要特别照顾，然后你又不可以就是拿去可能很多人的地方啊。对，可能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买那个。包的话可能就是不常带出去，就放在家自己逛下。我想起来这个包啊，那个包包就是中的，它是方形的，是方形的，硬的软的，硬的。我实体的那个包我还没有看过，可是照片上我就是看到很想买。价钱？价钱18还是19？我觉得一有快买哦，不买等一下就20多了。OK， 等一下我就去 KLCC 了。好，来走，我们再去，拜拜，去了，拜拜。耶、yeah, ，今天非常的谢谢 Jane， 就是抽空来啊这个美好包包分享，所以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你平时是 thank you 用什么包这样子。可能 Jane 还有很多包的，所以可能我们会有机会再拍百度啦，因为我还没看完你的包，啊、我还有很多包。我看你的 IG 就是哇很多 bag 哦，这些 bag 啊，其实之前我也是有在你 IG 看，但是实体我没有看过，所以今天我这样看到原来能刷到你吗？有，谁要来？如果你们也想看 Jane 的 Part Two， 就是他包包分享的话，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。然后如果你们还想看谁过来的话，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。然后 Jane 现在就是做了 YouTuber 啦，然后你们也是可以 subscribe 他的那个 YouTube channel， 还有他的 IG， 谢谢谢谢对对对。然后也可以看看 Jane 平时的穿搭啊，他分享那些包包啊、衣服啊、fashion 之类的东西，这样子。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Jane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OK，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麻烦请按个赞，并且留言给我哦。下次我上传影片的话，你就会第一时间知道啦。拜拜，因为我很干净啊， Bye. 所以我今天讲话口吃口吃。It's okay， 拜拜。拜拜。啊，我要学一句。拜拜。然后跟前面的 video 不一样的。哦，要。